好，普京总统已经走出了舱门。好，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已经退下舱，正在走向换机舱队。那这已经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连续三点参加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了。普京总统是中国人的老朋友、好朋友，我们也期待着这。Mm-hmm.